快捷一点。嗯，所以做菜呢，你这挑的这个器皿也是非常的重要了，真的。然后你如何让一个这个盘子放上去，让大家都很开心，我觉得都是比较重要的。真的是，你看，真的是中西合并哎。嗯，十。上菜喽！是的，我们两道汤都上桌了，由梁师傅带来的海皇南瓜羹，对上我们高美总监的滋阴胶原汤。哎呀，这两个听起来都非常的补啊，都用了我们今天老师出的食材，南瓜，还有红枣，对，无花果，南瓜、红枣、无花果，还有水梨，都已经入到我们的汤里面啦。不免俗的，还是请大家进去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闻一下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完了，好了，数到三了，好吧？一二三，请选择。哇！五、四、三，哎，没有拿动啊？是这样吗？确定哦。朋友，哎呦，好了。今天换边了，是吧？高美总监这边啊，请梁大师来帮我们出道题。好，今天的题目呢，跟这个广东的煲粥有关系啊。那么广东煲粥，你看它一次都煮一大桶，它第一个呢就是说，用大火来煮滚以后，再改成很小的火，这样子来炖，这是一种火候的方法。第二种呢是用小火，一开始就用小火，然后呢不停的呢用勺去搅它，搅它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直接用大火一直煮，煮滚了以后呢，用中火让它继续滚，但是绝对不用那个勺去搅它，一直煮到它变成糜烂为止啊。第四个呢，直接用快锅煮，滚了以后，然后把它焖熟就好了。是的，好了，大家都有听清楚我们梁老师的题目啦。香港师傅常煮粥，为何不会沾锅底呢？一，用大火煮滚后转急小火熬煮，有没有人选这个选项呢？有，好了，站到前面来，谢谢，麻烦站到我们的高美总监旁边。第二，用小火熬煮，不时搅拌至米粒糜烂，有人选这个答案吗？好，请站到这边来。第三个，用大火煮滚后转中火，绝不翻搅，熬至米粒糜烂，有人选吗？好，两位，好哟，那您就是这个用快锅煮滚后呢？看得出来，谁要跑票？谁是新时代少女？其实基本上，我觉得你可以坐车先走。好的，那我们有请梁老师来揭晓正确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好。煮不时搅拌，我曾经这样试过，它还是会那个。对，一般的像我们家庭里面的家庭主妇是用这方法，一边煮一边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广东人煲粥呢，他用一大桶，你搅的手断了，他还是会搅，他要搅。他这是一个烹调原理啊，我们要学会做菜，一定要懂得烹调原理。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当这个米呢放进去煮的时候，它用直接一开始呢就把它用这个大火直接滚，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米会它一直在锅子里面翻，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能让它停，如果你让它一停，你改成小火或者你用勺呢一进去一搅和，它是不是冷了？冷了它就不会搅了，不会搅了那米里面的这个淀粉。它就沉到锅底下，所以它就会焦了。对了，所以说你在煮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搅，直接用大火改成中火，让它一直保持的那个滚，它就不会沉底，就不会扒底，就不会焦了。所以选择三的是今天的正确答案。好了，如果你要煮一大锅粥呢，记得要用大火煮滚之后转中火，绝对不要去搅拌它哦，熬至这个米粒糜烂之后，这样子就不会粘锅底啦。恭喜我们的修文姐跟石老师，可以享用这一锅。他把苹果皮、梨皮、南瓜皮都放里面，然后还有白木耳，跟加上他特别把这个猪软骨，所以这个汤真的是发挥到极致了，养颜。我刚刚喝了一口，真的好清甜，好棒哦，一定要试试看，真的很清甜，真的。然后呢，想吃的东西通通都有。我不行，这样犯规，我只能有没有大点汤匙啊？其实呢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今天要挑战这一个汤，真的，
我平常去吃套餐，大家知道套餐里面可能有南瓜汤，我真的死要加钱或者是怎么样，我都要让它换掉，因为我真的不敢吃南瓜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好不好，杨师傅来尝尝看，里面有这个蛤蜊跟花枝，有花枝啊，最主要它也把水梨也放下去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苗老师，你要说一下啊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南瓜，但是呢，我不喜欢里面放很多的奶油，是或者是牛奶，就吃起来我就觉得那种南瓜的味道吃不到。那它今天完全没有，对，因为这里面几乎没有油，对，这是首先。那因为我在煮的时候完全是蛤蜊它的汤的汤汁，所以说小珍在喝的时候好有鲜味啊。那么花枝丸呢，它的香味，因为我们这里面这个花枝丸它在打这个，还放了鱼浆，它不仅有花枝，还有鱼的那个鲜。而且呢，这里面放了一点点它的花枝丸，有香菜。哎，你不是不吃，你不是不吃南瓜汤？哎，还有一点，就是在这里面绝对不要加什么奶油啦、butter之类，它会非常的腻、恶心，对，恶心。对，就是。你知道那南瓜汤啊，一般我们喝起来是粘稠，对不对？浓稠的。可是它因为加了那个蛤蜊高汤的关系，所以它其实它可以说是有点鲜跟清淡。它是清清的那种感觉。那你今天喝有没有改观？有大改观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外面的南瓜汤都这样煮的话，那真的大卖，我告诉你。而且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它可以来当做是这个火锅的锅底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它其实没有像你想象中外面南瓜汤这么的浓稠，对，好喝，没那么多的负担。哇，这汤太赞了，谢谢两位大厨，谢谢各位美女姐，今天太满足了，让我呢可以这个打破对于南瓜的迷思，原来南瓜汤也可以这样煮。还有哦，我们可以学这个香港人，如果把你不敢吃的食材把它煮进去之后喝这个汤，那个汤整个都是精华，对不对？对，像我们学到两样的煮法了，好不好？恭喜各位，哎，你有喝到这两位了，两位喝到汤的，其他的不好意思品乓啊，好不好？下次再来，好吧？也不要忘记呢，周一到周二的晚上10点到11点整，记得准时收看《景气岛》，我家看了就怎样，景气啊！